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健康101，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。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运动，怎么样动才健康，怎么样动才安全才瘦得下来，在节目单元当中我们会邀请国内最有名的老师来到现场，帮各位观众朋友设计一系列的运动，包括动态的有氧，包括静态的伸展。在生活瑜伽里头，我们也会带给各位怎么样舒缓一整天所带来的疲劳，怎么样减轻你的压力。好，那节目今天的节目呢，按照惯例我们一定要请到我们的帅哥老师 Jimmy 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，欢迎 Jimmy 老师。下班了，下班了。就刚才呢，那个发型设计师又帮我用了一些。对，老师比较帅哦。是，他只是太抢镜头了，心机很重哎。对，真是的。对，老师今天穿得很休闲，跟我一样，我们很有默契哦。对，今天是休闲风。休闲风啊，我们就是要让他们觉得眼睛有视觉上的不一样。不一样哈，每次感觉来的衣服跟裤子跟鞋子又不一样。真的不一样哎哈。老师在晚上跑步吗？因为跑步其实蛮好的，其实有一双鞋就可以跑步蛮好的。真的哈，那个我们台湾最流行的就是什么？跑步。对，每个礼拜都有。所以老师今天要带给他们除了跑步之外的观念之后，还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感觉？我今天带来舞蹈吗？舞蹈。我今天带来的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，来自阿根廷的老师编了一个舞蹈课程，叫做 Remix。哎，这个等一下，这个动作是新的。Mix 就是错掉，没有漏失的意思。对，应该是的，应该是。老师，我想请问哦，观众朋友在最近的这个新闻里头常提到这个吃的时候都不太安心，这个油的问题。对。那我想我们长这么大，多多少少一定会有吃进去。对。那怎么样让观众朋友觉得说不要担心？看着我，运动就好，看着我的嘴巴多。运动，多运动，排泄就会出来了。对，所以还要多喝水，你知道吗？我看过之前的什么淀粉呐、什么塑化剂的，啊，竟然什么油了，阿弥陀佛咯！恁在常常看微信电视台，恁这无良心的人吼，对吧？阿弥陀佛咯，对不对？真的要有一点良心，因为大家都吃，对对，吃了你们的油，难道你们会开心吗？真是的，赚那种钱开心吗？好，我们要。老师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好，OK。老师今天有点站在观众朋友的角度上，我们只是呢教到你们，那个知道调查出来都不用怕。我们留在体内呢，我们只能用运动的怎样把它排泄出来。然后你知道有一个医学的观点，就是其实，多喝水。喝水呢是你最好的医生。对，多喝水，多喝水。因为呢，尤其女生呢，一定要多喝水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这样才漂亮。不是，因为女生是水做的。真的。好。不灵。男生要不要喝水？老师，赶快来，我们来运动吧。要。我们今天不是谈话性节目吗？不是吗？改了是不是？改了是不是？要等不及，很急的要运动了，因为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赶快来分解几个动作。今天这个动作呢，就 dance 的感觉。好，那观众朋友是不是不能再坐着看电视？对，一定要站起来哈。起立。对，然后椅子，椅子，拖鞋，穿的也是啊。内裤哦，是吗？乱丢吗？赶快，所以就是准备找一个地方可以动一动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哎 ，OK。今天有没有发现我声音比较有磁性？有。对啊，因为刚好没有在录影的期间呢，不小心感冒了。我知道这次感冒还蛮严重的。对啊，是那喉完全没声音呢。因为苹果日报头条说你有那么严重？没啦，没有。但是刚好呢，今天在录影当中，马上又恢复状态。没有，不会，感觉还蛮不一样的。还没有。磁性的，对，除了水之外还有磁性，是。好，老师准备运动。是你一直说我没说好，OK。第一个动作，我们来教几个比较多的脚跟的动作，好不好？脚跟的动作，右脚跟。好，右脚跟。跟左脚跟。因为跳舞呢，我们要用脚跟的感觉呢去点一下。其实动作非常简单 ，OK。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就观众朋友只要做这个就好了。对，只要做这个，做脚跟，然后呢，加一点手的感觉，哪一只脚的对称手，开始 ，Go， 一，好一 ，and 收回来。不同手不同脚。对，不同手不同脚，有对称的感觉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动作。一二三四，停。好，还要一个 pose 就对，停在这里。对，然后收回来。
再次预备，试试什么第一个动作？好，预备，起，一二三四，停，拍拍。哦，还要拍手？哎、欸，拍手，对对对。嗯，所以今天要让观众朋友除了动脚动手，还要动一点脑筋，对对对对，稍微把它记起来。对 对, 對，就几个动作，预备，起，一二三四，停，拍拍。然后呢，接下来的动作非常简单，你只要稍微的把你的头做一下，手叉腰，预备，起，踏点踏点，对不对？踏点踏点，就这个动作就很简单，脚尖踏点，刚才是脚跟，现在变成脚尖，轻松的踏点就好了，轻松的踏点，预备开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呢手自然的往上，由上面然后慢慢的摸，走路的时候摸下来，预备起，踏点踏点，摸下来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哦，好。OK， 会吗？再次预备起，踏点踏点上路哦，就是赶上早上清晨的感觉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吐气，这样子动作非常简单。我们再做一次，好的，从那个这个脚跟这个到脚尖，对，预备起。一二三四，停啊！拍拍，踏点踏点啊！哦耶！还要配合声音吗？对对对，其实做节目就是这样子，真的吗？这样子才不会有干冰喷出来哦。这样，自己要多加一些不一样的感觉，是吧？好，谢谢发型设计师。嗯，那如果。观众朋友，那个手跟脚就是有人就配不起来怎么办？那就不要用，就不要用手。好，他只要这个啊，所以我做简单版、这个。对，你用简单版就这样。我做简单版。一二三四，停，踏点，踏点，哦，这样就好了。那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做简单版、嗯。真的，真的吗？其实呢，所有的动作，所有的运动呢，你都是可以这样。简化的，简化的啊、哦！最主要是你有起来做，那是最重要的。不能只有用眼睛看，手脚都要跟着动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哪怕只举个手也是一个运动。还有第三个动作吗？第三个动作有有有。就是要往右边跟往左边，我们刚才是原地，现在要往右边跟左边，手叉腰，手叉腰，对对对，一二三 ，slide 回来 ，slide 回来，蹲，蹲 ，and 上。Oh, 就这样子，有点训练到腿部，所以要快一点吗？不用，对，要快一点。这刚才是慢的，预备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就这样子。好，可以吗？那这个就没有手了，就没有手了，没有手，就这样就好了。那就简单一二三三个动作，那我们再不然、那個、再练习一次。那个大理的大姐会骂我，好真的吗？因为她都一直看我。谢妈妈也会骂你说这个金苗是什么？今天动作太难了。好。接下来，谢妈妈要让她多喝水哦，她是水做的。好，准备。接下来呢？谢妈妈每天早上都到游泳池去游泳。是是是。海边。海边是不是 ？OK， 接下来的动作呢？我们就右把你的手叉腰，右脚踩四个，一二三四，左脚踩四个。好。会吗？会。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相信观众朋友会觉得说这个动作有点简单，如果没有加点手，一样会有点喷干冰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喷干冰的感觉。对对对，我们一样把你的手机给我，预备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，我很怕呢，冰老师，我很怕，我很怕我自己这样子改一改之后呢，等一下会乱跳了。没关系，我会帮你提醒。是是是是。现在我们重复，哎呦，还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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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而且那个越来越轻盈呢。哦，是啊，他可能有看我们微信电视台，对，一直跟我们动的感觉，是身材越来越好。是第一个动作什么？第一个动作，我们来用脚跟的动作，我们从复杂版的，复杂版，第二次我们再做简单版，预备，起，来，观众朋友跟一起做，二，说什么？踏踏。踏点踏点哈，摸下来，下一个动作滑出去，右左
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蹲。老师忘记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，我是提问你一下，一杯气。slide 蹲，然后右脚。右下，对对对，其实还蛮好跟的耶，蛮好跟的啦，对，开玩笑，我都把它修的，不是蛮好跟的，不知不觉，观众朋友一定跟得上，对对对，我们用简单版的，简单版的，简单的，千万不能太简单，我觉得他会打哈欠。我觉得你是看不起观众朋友吗？看不起我们的叔叔阿姨伯伯吗？不会，他们都跳得很棒的。我们最主要是说，因为我们的收视率还蛮高的，对，收看人符合大众都对对都会，一定要的，对不对？要的，开玩笑。所以，也许今天有新加入的观众朋友，哎，对对 对, 对，他如果看到太复杂，他可能就会放弃，啊、对不 对, 对？说怎么帅哥美女做那么漂亮，这就是我们居民老师贴心的地方，都考虑到观众朋友的，是的，每一个阶层，是的。那我们赶快来做简单版的，只用脚就好了，好不 好, 好最主要是要运动就好，预备起，不能打哈欠哦。哎，我都出去了。三号准备，预备起，一哎哦哎预备起，一二三四五六啊啊，踏点踏点啊啊，阿南十来哟，蹲一下，哦耶。用力踩一踩呀，这里踩一踩呀，这些动作我们等一下会慢慢的分解给你们听，然后配上非常好听的音乐，有多好听呢？这么好听，等一下我们就知道。可是观众要先记住动作啊，不然他就有记住吗？一定有记住哎。再问一下观众朋友，这样可以吗？要不要再跳两遍？再跳再跳一遍，是不是？哎，有出声音的，有出声音啊！准备。五六七个一，你就用简单版的哦。预备起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嘿嘿，踏点踏点，哦耶！哎，错了，重来一次。立刻把它凸一下，再次五六七个，一二三四，停，拍拍。踏点踏点 up 哦嘞，一个是上直接下来，好啊 ，slide 呗 ，slide，slide， 记住就好了，老师。蹲上，踩，哦耶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哦。可以再一次吗，老师？可以，五六七 ，go， 一二。停啊！拍，踏点，哈嘞！五六七八十来，十来，然后呢，蹲上，踩，因为呢，因为有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，说不要太快，他们想学。好，像就这样子吗？我们今天要教的动作吗？是的。好，观众朋友，等一下呢，我们现在先要让他休息一下，大家笑也笑累了。哪有会笑？他们动累的，动累的。一直看着 Jimmy 老师这样耍宝，不是教学？教学，对，教学带给观众朋友的欢乐呢？是的。对，稍微等一下，我们再休，让观众朋友喝一点水，上个厕所。好的，马上回来。感谢你，待会见。嗯啊。欢迎观众朋友回到我们的健康一零一的现场。接下来欢迎你们回来。对，接下来我们刚刚是教了基本动作，对。是的。那不晓得我们现在再回来的时候，观众朋友没有加了其他新的观众朋友？应该有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呢还是要请到我们有除了老师之外，还有两个老师，有两个老师今天是来了，对，今天来了两个帅哥，对，所以今天呢，今天你是一朵花。难怪我有说要水一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你要水。好，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魏的老师，魏的老师。好，接下来欢迎我们新的老师安正老师到我们现场。安正老师，安正老师是第一次到我们现场，你就站在这个位置上，不要被我遮到就可以了。是。所以今天有三枝花三枝草一朵花。什么叫做三枝花？我以为是花。我告诉你哈，你变成什么草了吗？啊，真是的，不好意思，对，好。那老师还是帮我们因为有老师加进来，所以呢，还是要跟观众朋友一样重新复习一次，重新好不好？不要紧张，非常简单，从我的眼睛就看出来，
简单两个字，是不是？预备，观众朋友只要听到老师的声音，就安心多了，安心多了哈。因为最近太多不安心的事情了，太多不安心的，是不是？多运动，多运动，多喝水，对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预备，第一个动作，我们脚跟来，预备，起，一二三四，停，来拍拍，踏点踏点 ，up。And then slow down, slide, slide. 用肌肉抬起来，踩踩踩踩，放松下来。现在我们要改一个手部了。哦，这个手势很棒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吗？要有爱心的。一二三四，因为我们现在这台电视台叫做什么？微星。微星。嘿啦嘿啦，是安内玩音啦嘿。送给你，对，微星送给你，政治标记，OK， 对对对对。那我们等一下会配合音乐，那这些动作呢，一样呢，你不要紧张，会重复很多次，所以你不要紧张。然后配合非常好听的音乐，你们你们啦，我只是稍微再听，稍微放音乐吧，放音乐是不是啊？放音乐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我们连续哦，连续就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预备，举起你的右手，吸口气，深呼吸，吐口气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非常好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非常好，你都知道吸第二次。朋友啊，把右脚往外踩，左手啊，深呼吸，你有看到？要慢慢看到你的左手，然后伸直平的，抬高一点，稍微抖一下，末梢神经抖一下，末梢神经对，抖一下，抖一下。换边，拉高，这个动作呢，最主要是拉到你大腿内侧的肌肉，你有感觉到吗？有感觉，有对不对？准备喽，把它收回来。第一个动作，脚跟就好了 ，Go， 一、二，走路，有没有很简单？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我们加点手的感觉 ，Go， 一、二，走路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右脚要踩出去，不要动。再一次，一、二，不要动，走路，对，这样有没有很简单？很简单。再一次，要把你的脚出去哦，脚出去哦，哼，有看到，有看到吗？还有当然，当然的，你再一次，一、二，拍手，哇塞，你们有跟得很棒哎！再一次，一、二、三，拍手，非常好，你看到吗？有哈、哦，再一次，一、二，我们加上那个踏点，踏点走路，再一次脚跟，直接来喽，直接来，二，拍手，踏点踏点，走路，非常好，再一次，我要做到，做得很熟，做得很熟，你可以这样子蹲蹲，走路，最后一次，注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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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二三四，拍手，踏点，手往上，再一次，左手右手拍手，准备两手举高，啊！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，旁边的比老师可以吗？可以。两位老师可以吗？再一次 ，one two， 停，拍手 ，slide。走路，不用直接蹲吗？那再一次，好，那完全在我的版本里面的，好，知道吗 ？OK， 不要七个，蹲，上，走路，非常好，保持运动量，一、二，蹲，蹲 ，and 上，走路，有没有信心？我们加点感情放进去，一、二，蹲，哈。对，稍微的，看低头再往上 ，Go， 一、二，蹲，哈，我们把刚才动作加起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，停一下，踏点，两手举高，说，啊呼 ，slide，slide， 看地上，走路，有没有信心？各自改，各自改 ，Let's go，one two， 拍个手。踏点，放手，哦 ，slide， 蹲一下，
上，有没有信心？从失败开始。好。蹲。踩。踩。失败。耶呼耶呼。踩四个。换。再一次失败失败。手要来了吗？我爱维新。失败，会不会加薪？会会会。再次帮我们传达一下，导播可以吗？失败，失败，蹲上，手用力一点，薪，第一个，蹲。我们呢做完就要做一些伸展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右脚往前，两手往前，好，慢慢一个镜头，微笑一个。慢慢的拉长，对，刚好可以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，对对对，稍微消化一下。再次，啊，往前延伸，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这么长，拉长出去，我们全部都给我拉回来，重新做一次，开始，一、二，拍手，踏点说，啊 ，slide。蹲一下，注意画圈爱心给你，从头脚跟，一、二、三，拍手，啊 ，slide， 蹲一下看地上，手画圈爱心，我们再做一次，最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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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次 ，one two， 拍手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蝴蝶都没出来。还很多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Go， 把你的双手举高。哇！然后比个一。什么？不错哎。什么？再来一次吧。他们还要再一次啦。哦，好。因为跳起来其实有点哎、欸，突然觉得不过瘾，正要会的时候就没音乐了。是是是是，对对对 对。所以老师可以再让我们观众朋友再跳一遍。那当然，那当然，就要看他有没有办法伸出音乐来喽、哦。对对对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如果观众朋友如果在家没有音乐的时候，还是可以自己跳，是是是，对不对？哈，是是是。OK， 加油 ，OK， 想办法弄出声音，嘿，来 ，Come on， 对，大声哟，大声哟，完成 circle 哟，蹲一下，蹲一下，待会的膝盖弯一下。哎，你们跟我在后面会无聊，要不要到前面？踩出去，拉长出去。啊不要乱，哎呦这样我紧张，真是的，主持人这样子碰到我的胸部，这是维新电台，维新电台是不是要端正风气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们是健康的节目、哦、好 OKOKOK、OK, OK, OK, 好准备、嗯、先妈妈有交代说要要照顾你一下 OKOK、OK, OK, 好右脚跟左脚跟 Stop Stop 欸、oh. 现在不一样了，什么怎么可能一二三，对，我们要维持这个动作，再做两次，再做两遍，对对对对，开始一二三，对对，千万不能拿前面那一次来跟我比哦，不可能一样的，我告诉你，虽然他带一点舞蹈，可是他还是有运动量，当然有，当然有运动量是重点，一二不要动，对对对对、欸，他来提示你喽、哦，要提示你喽、哦，对，我是让他有机会哦。拉手，一听就忘记了。对，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，看，一、二，拍手，好开心。明天如果上这一首，我可能会乱跳哦。拍手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一点踏点的感觉，还记得吗？一、二，要加进去。踏点踏点，踏点老师真的跟刚刚不太一样。有啦，有一样啦。继续，你没讲他们不会知道的。Go， 相信我。拍手。对，不过老师怎么教我们观众朋友就怎么跳，对很好对。等一下，下一次呢，我们要加手说。啊啊啊 ！Go， 拍手。准备两手说啊，是啊，滑步滑步走路，
走路，好，走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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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散，手牵手，走路，走路。下一个我们要加深蹲的感觉 ，Go， 蹲一下，耶、yeah ，走路，怎么那么快啦？讨厌 ，Go。对，我们直接把刚才的动作加进去，直接加进去，对。一二二，彩画圈，一二爱心，对 ，slide， 蹲，哇、wow、哦，手给我，我们全部的动作组合一次，有可能会来不及，一，全部把它加在一起，对，跳，跳一次，跳一次，啊 ，slide， 蹲，手。爱心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哦！对对对对，紧张紧张，时间过得这么快。不过刚刚还可以继续再跳。真的哦、嗯、，Go， slide， 蹲一下，画圈。体育老师还可以吗？继续做 ，Go， 加油！刚好这么多次了，应该还有一点点的印象，对不对？对，在这个时间，过这么快的时间。又要跟你说声，继续做。又要跟你说声，对。又要跟你说声，再会。但是，但是，但是，你要记住，我们有重播的时间。如果你学不起来的，没关系的。最后一次，加油 ！One, two, hi， 踏点，双手说，我好舍不得啊！一二三四，我爱健康，一零一。好，深呼吸。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一零一的收看，今天节目到此要结束了。是，欢迎我们下个礼拜四同一个时间再继续收看我们的健康一零一，再见。拜拜，继续来找根。